娱乐圈一圈，同你圈出最想知嘅娱乐新闻。热爆演艺圈话题，同你逐格睇。大马歌手黄明志推出另类贺岁歌，唱出牛牛心声。韩国青龙电影奖得奖名单出炉，为你揭晓谁是最大赢家。记得今个星期五下午6:45和晚上10:20，娱乐圈一圈。